大家好，我就是咱讲的宝岛叫卖哥，人家说什么都能卖，才能叫做哥。今天要跟你介绍啥？柠檬，哟，柠檬里面有维他命 C、左旋 C， 哟，吃了小姐漂亮兮兮，看起来不会脏兮兮。不是啦，今天不是要来卖柠檬啦，今天是要来哦，参与一下这个新简民运动 ，Lemon 吃什么鸡？吃啊，吃人鸡，哈，体验一下哦，吃柠檬，体验一下那个酸言酸语的刺激。我要吃看看啊，看哦，你这比刚刚那个，刚刚是黄色，现在是绿色。哦，真正酸甲靠靠北边走。哦，柠檬虽然酸，但是它吃了对人体有益，酸言酸语，百害无益。让我们一起化酸为碱，带给网络世界更多正面的能量。邀你一起来参加新简民运动，言语正向，找回正面的能量。啊，我若讲啥你听无吼，可以到 FB 上面去搜寻一下维他露基金会，啊，你就知影啦。哦，嘿啦，不是真啦，不是公益，我对头没甲买。